阿星，我喺海洋公园做咗八年嘅哈罗威演员，我今年嘅角色系 Crazy Puppet Master， 佢系阿星，我系陈师傅啊，得闲过嚟揾下我啦吓。我系 Gladys， 我经历咗哈罗威十年，由鬼再做鬼 coach， 再做 manager， 我系教你点做鬼嘅。好似揸車咁樣嘅，我哋要先望近，然之後再去望遠。我會耷低頭，俾你嚇驚嘅話，佢會第一時間匿喺個男人後面嘅。咁我嗰刻我就已經知道，呢個係 target 啦。咁跟住我就會繼續去正視佢，直到佢真係將近到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真係突然間有 impact 俾佢去嚇佢咯。咁通常呢啲十次九次都會中嘅，國內嘅可能大媽啊，嗰啲大叔咧。他們會特別害怕，反而他們可能我們輕輕動一下，他們已經嚇得面容失色地去走了，這個是很分別的。這個角色有個 background， 他是怎樣死的，還是他還在生存的，他來到這裡他 forward， 他想找些什麼？我幕後大師，然後我有一個病了的老婆，我想製造多些木偶去照顧我老婆，但是我整完木偶之後，那個木偶就被邪靈附了體，周圍問人，你可不可以做我的木偶啊？你怎麼都一定要是 in character， 只要我看到你，你就一定是 perform 的。唉，我做咗啲嘢，佢冇俾反應我。So， 最緊要就係自己唔好灰心咗，咁樣你就好難搶一日嘅演出啦。大家都冇乜標，冇嘢噶，咁佢咪繼續行過去算數。上年嗰個角色係一個野人咁嘅角色，咁啱嗰期咁啱有 Rugby Seven， 我見到肥仔咧臨開波前咪有啲戰舞嗰啲咁，真係好有型噶嘛嗰啲，跟住學啦，上網睇 YouTube 都學下，啲客又好似冇乜反應，咁於是乎要自己再 tune 啦 tune 啦，跟住後屘就揾咗一個有佈置嘅地方，咁啊變咗一個球羽舞就，咁反而又會引到人嚟睇喎。你點都一定要係 in character。